1406年要问老师吼，伊讲伊爸啦吼，哎，一天一天慢慢的枯萎死掉，什么病？爱用什么款的这物件来治疗？这种看起来没有很乐观哈，就是讲啊，伊个长啊，一滴即个黄叶，但是伊只黄叶呢，含有较无同款，咱会知影吼，芭乐是毋是有一个啊？会当讲简单讲吼，咱讲芭乐一个芭乐癌嘛吼，即像像你讲的讲即个卡死吼啊，即个卡死吼，即个利枯病吼，利枯病啊，利枯病伊个伫叶啊，伊个即个一般来讲吼，一般伊是即个叶尾一个即个所在吼。但是咱听讲，比如这唔是吼，这是为啊，伊唔是为叶尾开始黄吼，伊是为这个叶啊呢，规个先变黄，但是叶尾是正常吼，所以这种情形，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啦吼，个人的看法呢，这应该是这个根部哈，根部的一个这个疫病，就是讲去堵着水啊，是讲迄个下水较叶吼。啊，较不利安尼啦吼，即通常是即种诶，即情形伫咧。啊，伊即马紧着伤了，伊着规个吼，啊，伊着较容易呢，会小可呢，中道安尼会看着，因为看这叶安尼神神嘛吼，就讲会着安连连即种吼，有日头诶时阵叶会小可连连，啊，这应该是含即个水分有足大一个即个关系伫咧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这应该是这个疫病吼，所以你应该该观看卖啊吼，救看会起来未吼？但是这种问题应该是含水分吼，就讲是唔是有去堵着水吼，所以你这那是有堵着水，可能你爱配合这个维他命 B 吼，这小来尤其那是白啦吼，这就别堪咪好你堵水的吼。所以一定要稍注意点，这大概应该是这个根部的一个这个疫病的这个问题，啊，这根部的这个疾病吼，一般来讲吼。伊会钓钓呢，多数吼，多数即个原因是因为堵水啦，吼，就是讲迄个水分伤过好侪，啊，水下袂离吼，啊，通常咱迄种樟头拢会臭弄臭弄吼，拢会有一个即种啊，咱讲的臭弄臭弄就是。水真济吼，啊土壤较无即个空气，啊伊就厌氧发酵，啊厌氧发酵伊就足容易安尼吼，所以有时啊会去钓钓即款的一个即个情形吼，所以伊会开始的即个连啊规丛有当时啊吼，就会小寡即个连连安尼吼，当然这是不是真济拢是靠即个嫁接吼，比如讲我用即种。较抗病一个即个头吼，比如讲咱种感冒病，咱是毋是用桥仔头吼，较抗青菇吼，啊咱来甲伊接即个好食感冒病，啊即芭乐嘛是安尼吼，伊可能用土芭乐较强的这啊来甲伊接，啊这起来就较袂掉，但是呢那堵水都有可能吼，所以这可能是含堵水啊，含即个根部的即个疫病有关吼，所以伊即个水分的即个部分你也先去甲克服，啊当然即卖已经有状况，咱就甲灌一灌即个药啊吼，即个达美芬。亚托明吼，这个胡塞快德宁吼，一般那是叫樟头呢，不过拢会建议尤其头边吼，头边药啊呢，应该就是讲达美芬加这个亚托明吼，稍改做些这个处理吼，是不是当稍来改这个控制掉的安尼吼？但是上介重要的这个所在啦吼，就是讲除了咱用药啊呢，底下不啊必须要甲咱听众朋友提醒吼，就是讲伊为什么会钓到？就是可能排水不良哦，这一般那是下水较好哦，伊就卖啊，芭乐呢？你甲看，把它种了好诶所在呢，拢一定爱下水好吼。就是讲伊袂堪诶，互你堵水，虽然有接啦吼，伊嘛是同款诶，即个着伤吼。所以呢，咱伫即下咧用诶时阵呢，稍注意者安尼吼，即伫遮吼好朋友呢，稍来解即个了解吼。除了即个达美芬、亚托敏以外，有诶人会用即个氟比巴克吼，即。也没有问题啦吼，反正呢，落地啊，然后够深呢，就甲开落哈。但是我是感觉讲，也不见得就是这个，因为罐头的时阵，这个亚托敏的效果其实还可以哈。你要稍注意者吼，这大概是安尼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你咧罐头啊，可能这个伊的叶啊本身就已经原来有一挂状况吼，所以叶面买当稍甲喷一下吼，但是呢。基本上咱看到应该是根部这個问题可能会比较大吼，所以最好你稍做一下了解，伫这处理上提供一个小小参考的一个意见哈。嗯哼。